城的备案目前有四个被告方收押，而且哪像也掌握到这个金钱的流向，像这个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就一个公关费，其中有一部分确定是进到台北市议员尹晓薇的协会。阿公检察官目前无排除要来策动沈庆京甲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金星来转污点证人。我们是用律师的名义进去啊，那没关系，那高院要求我们就会逮捕。甲郭文泰刚一个时间提出控告，严告彭金星伊的控告理由书无签名，也未裁定。而且检察官连续三天到台北的地检署就审，两位律师陪同金星，态度嘛变低调，敢讲是彭金星的立场要变盘。公务员因为很熟悉自己主管工作内容跟法律，会马上发现。这个时候如果长官执意要交办做违法的方式，公务员就可以开始保留记录。留下一些书面资料证明说是长官执意要这样做。刚安尼被告有四个人红绣啊，紧紧为九月初三开始陆续提出控告。彭金星开庭的时阵就送病院，沈庆京有慢性病，应晓毕业也过来赶工。控告书会遮歹写，恐惊是因为检方目前将阿伯技术金流，参详细入应晓毕业协会的4740万。沈庆京唔交代上亿的公关费走去倒。吴顺民又阁是维京子公司的股本，阁有彭金星，伊到底是听谁的命令？这些人真有可能早就留后波。现在很多公务员都会不整个，公务系统有个便利贴，黄色可以写东西，不会挡钱要拿，不要点餐。但是这个东西是有记录的吧？那长官会批示啊，或是会退公文，就会留下记录。手头证据藏在倒，当时要显摆。因为 OC 在主笔选择五点证件，会当得到缓起诉的机会。沈庆京那坚持唔讲老实话，恐惊免基本都爱吃个饱。彭金星敢咪是红兵杀红牺牲，被告那拢招真，恐惊会正做郭文泰敢咪红鸡爱两张关键王牌。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